看哦，其实这个 MySQL 它的作用，它的至少就是说它能够容纳的资料量哦，就没有104、85、76的限制了，没有100多万笔的限制。像之前有同学把资料放好几 giga 的资料丢到 MySQL 里面也没事，而且跑得还蛮快的哦。OK，所以如果你会有需要大量，就是大家共用，那你可能就想到资料库啦，因为你如果共用的话哦。放 Excel 其实不是很好，而且效率也不高，跑起来会很慢。好，那如果你有可能需要效率高、资料要大的话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想到，哎，可能又可以用资料库。那如果说你又希望说那个资料库啊，最好是比较不用有费用的问题，那你可以想到 MySQL。好，OK。那待会我们大概就是会练习总共5个功能就好了哈。第一个就是说新增某一笔单笔。比如说我新增第一笔，直接先丢到那个资料库里面就对了哦。那资料库里面大概就，比如说我今天新增某一笔好了，它一定是会有个编号，品名一直到地区，所以总共会有一二三四五，有6个栏位。OK，那我要怎么样可以哈？当我按下新增单笔这个按钮，它会自动帮我新增资料到资料库里面。OK 哈，那另外的话呢，单笔 OK 之后。你就可以再把它改成新增全部。那所谓的全部哦，其实就是跑一个回圈呐、啊。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，做什么呢？一个一个的 insert，一个一个的把资料丢进去，那、啊、就全部都可以丢进去了。那、啊、再来把旧的删掉，哦，那表示说呢，我现在全部都写过去了。那删掉意思就是说呢，我这边已经没有了。好啊，如果说呢，哎，大家都把资料丢过去，变成说我把它汇整到资料库了，那我把自己的删掉，那资料库里面所存的就是所有的人的资料，啊，再来也许我可以怎么，再从 MySQL 资料库里面把资料怎么，再汇回来，哎，那就可以丢过去，哎，也可以抓回来，OK，那另外的话呢，抓回来之后还可以练习一下，再把那个 MySQL 里面的资料给删掉，所以。后面我们大概会练习这5个功能，大概就很简单的，可以丢过去，可以读回来，可以删除。那大概比较常用的那个资料库功能，大概就这些哈。那怎么做哦？我想，哎，刚刚讲的那个第一个啦，不过因为你们要下载的时间比较久啊，所以我们先大概先讲一下后面的东西，然后接下来就是，如果你们待会 run 起来之后哈。那还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呢？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把那个 Web 伺服器，好，就是网站伺服器 Apache 装起来，MySQL 是资料库的伺服器。那可是问题啊，会有一个安全性的设定，可能要设定一下。那这个所谓的安全性设定哈，里面呢，如果你们把这个 SAMP 里面的这边启动 star 对不对哈？旁边有个 admin，这个 admin 哦，中文的意思就要管理了。那所谓的管理就是你把它按下去哦，你就可以管理什么？管理那个网站的伺服器。所以你把它点击这个 admin，点击它，哎，这个时候它会跳一个什么？跳一个网页，好，直接就帮你开起来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它会跳那个 SAMP 这个伺服器的管理中心。不过它第一个问你说，因为它是多国语系啦，所以它问你说，哎，你要用哪一个语言呢？不过哈，我是不太建议用这个中文，因为你这个中文的嘛，点进来啊，它是简体的，反而好像有些地方会变乱嘛，所以我的习惯是什么，用干脆用英文的好了，OK 哈，所以等一下你们可以试了哦，反正就知道一下那个设定的方式，只要位置一样哈，大概就可以设定，我们用英文的，那英文的环境里面的话哈，点击进来之后，这边有很多的选项，其中一个就是安全性。Security，好，所以这个 security 呢，你可能要点击下去，点击进来，它会跳另外一页了，OK，哦，不过你会发现哦，目前的 security 怎么样，全部都是亮红灯，123，那也就是说，你现在这个网站哦，虽然已经架设起来，但是呢，目前是处于没有安全，没有那个就是设定密码。也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到这个你的管理中心，那当然不行啊！如果骇客入侵的话，他很方便就可以进到里面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怎么样去设定什么相关的安全性？那这里安全性包含两个，一个是网站的安全性，
一个是资料库的安全性。所以这个地方总共哦，虽然有三个，上面两个我记得好像，这个是 SAMP 的一个什么呢？它的存取权限，好，每个人都可以存取。那另外的这个是 MySQL 的安全性密码。另外的话呢，管理这个 PHP MyAdmin 是管理 MySQL 资料库的安全性，所以会有三个地方哦，可能要稍微设定。那设定的方法特别注意哦，请你点选下面有个连结，就在这里，点击它。那要怎么样可以把它变成安全呢？其实，大概记一下，第一个，这个叫 MySQL 的 Super User 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是 MySQL 的管理员，他的账号哈叫做 Root， 特别重要，预设都是 Root， OK， 那能不能改啊？我记得好像是可以改了，不过一般是比较少改，一般预设的账号是 Root， 可是密码预设是空的，所以怎么办呢？请你把密码稍微改一下。那密码改什么比较好啊？记得我是改什么？改1234吧。我看一下，我记得这个连接后面，如果你这个改完，你要记得我的程式里面有1234。OK， 好 ，password。所以呢，这个密码呢，请你输入1234。好，然后呢，另外一个密码也是一样，这个是重新再输入一遍。好，两个都一样。然后呢，再来你把这个底下这个按钮。Password changing， 把它改一下。OK， 要不要储存？好，把它储存一下。那你这个时候呢，再把它关闭，从 Security 再点击一下。你会发现哦，这一个跟这一个有没有？它本来是红色的，它就变成绿色了。OK， 所以第一个哦，我们的 MySQL 的部分已经设定好了，里面其实就是它的账号还是 root， 密码我把它改1234哈。上面这个还没改，所以你再点击这边一下 ，OK。那所以上面这一块不要改，改下面这一块。这个是指的是那个 SAMP 的管理。那管理的话，基本上 user 指的是什么呢？你的那个管理员的账号叫什么？我的习惯是用 root， 所以这边打一个 root， 跟那个 MySQL 用一样的好了。那账号的话呢，我也用一样的1234好了，这样比较好记了哈。那不过未来如果说呢，你自己的伺服器你可以设定别的，你不见得一定要取一样的名称哈。然后这个跟这个 root 跟 MySQL 一样哈 ，root 那这边1234，那这个地方的话底下有个按钮叫 make safe 的那个就是这个密码把它变更一下，好，按下去之后，那它也会帮我把它那个做变更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再关掉。再切一下 security， 你会发现，三个都变成绿色了。OK， 那表示你的安全性已经无虞了。那不过如果你把它关掉，这个也关掉再从这边 admin 进来的话，你会发现进到可以，这个 OK， 好，理论上应该是有个安全设定，不 OK 了，反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理论上就是这三个呢。把它变成红的就好了，好吧，把红的变绿的就可以。那相关的动作其实我这边是有把它截图了，不过有一些细节的图可能没有那你们可以先试试看，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来。